朋友们好，我现在的位置是吉林省长春市104省道新历城段，左侧是新历城水库。全国有好多最美公路，我走到这儿，我觉得这就是长春的最美公路。这是地图上它的位置，实在是太美了。因为前边修路了，我们就进入了生态大街，生态大街也很漂亮。这个高架桥是正在建设的净月快速路横跨生态大街高架桥。生态大街的两侧在建的楼盘很多，有的刚开工的项目地图上查不到。右前方这个楼真漂亮，然后在地图上查到了，它叫富华未来世界。这个项目是轰轰烈烈的开始的，当时是宣传的是非常火爆，然后后来它就蔫悄的停工了。到2019年的时候，他又轰轰烈烈的再次说要继续盖，但是现在我从这儿过看是空无一人，整个大厦这块都售楼处一个人都没有，感觉他应该是还在停工中。也有人说他烂尾了，这个就不清楚了。不过这块的这个风景是蛮好看的，这条路绿化的很好，但是没有路标，我在地图上也查不到它叫什么名。新区的路可能都要慢慢的命名吧，开始都叫什么丙级路、乙级路之类的。这是天河路口，前边就是要上快速路了。左前方这几栋大楼是明宇广场，是写字楼和酒店等商务中心。前方半圆形的桥是东部快速路的东延线，去往净月的方向。这个东部快速路呢，最后连到新城大街上，它还在继续往新城大街那边修。在这儿我们马上就上了东部快速路的高架了，现在是两车道，到了东部快速路上三车道。高架上视野非常开阔，最美的公路主要靠蓝天白云的映衬。看到摩天活力城的大摩天轮了。快速路的高架在不堵车的时候特别好，没有信号灯，就是这几个路口一转眼就到了。从生态大街的南入口到伟兴路5分钟都没用上。在高架桥上最近的距离看一下摩天轮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再见。